喜欢脚底按摩的人一定听过吴神父脚底按摩，但你知道吗？其实吴神父是瑞士人，他42年前到台湾宣教，而且现在还住在台东的长滨乡。这个吴神父呢，曾在梵蒂冈为教宗呢若望保禄二世按摩复健，在台湾吴神父也帮助了很多原住民习得一技之长，但自己却是过着相当低调而且清贫的生活。后山的心灵捕手系列报道，我们带你认识这一位为台湾无私奉献42年的吴神父。阿弥弥拉亚多萨拜尼诺米苏，巴盖尼塔邦尼安吉耶稣基督。周五晚上8点，台东长滨乡的南竹湖天主教堂吟诵着安详的圣歌，这是汉人听不懂的阿美族语。嘎伊嘎嘎。主持弥撒的是来自瑞士的吴若石神父，脱下圣袍，他另一个身份是足部健康法的创始人。42年前，瑞士的白冷会派遣他到台湾宣教。当年东台湾还没有公路，很多人住在草房，医疗条件差。吴神父刚到台湾，水土不服，染上了关节炎。这本书就是薛修士就给我的，告诉我你看呢，这本书以后你按你的脚你可以得到健康。当然我不相信，没有相信，可是我开始看呢，在脚底里面有全部的穴道都到我们在脚底里面有12000个末梢神经啊，如果你搭着脚走路都会刺激它。靠着自己脚底按摩，吴神父改善了风湿痛，觉得很神奇，便开始推广这种疗法。吴神父脚底按摩一下子风靡全台，海外不少名人也来求教他。两个巷子哈，这个比方说这是香港啊，跟周荣发对不对哈？在一起开一个江西会的时候啊，你有帮周润发按过脚底吗？有，他有参加一个训练班呢、啊，以后帮助他的太太呀、啊，跟他的妈妈。吴神父的学生遍及五大洲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2003年到梵蒂冈为当时病重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按摩复健。我没有脱他的袜子。我只有脱他的鞋子，我告诉他我可以让教宗穿袜子按了哈，然后我就开始摸大拇指啊，他马上有反应啊，我就告诉他这是好消息，还可以帮忙啊。或许是梵蒂冈的修女护士持续为教宗按摩，本来说话有困难抬不起头的教宗，3个星期后竟能以52国语言广播祝福全世界圣诞快乐。但吴神父乐于助人的态度却惹恼了国内的医药界。有人常常打电话来说要杀我，为了很多医生因为脚底按摩那么普遍呢、啊，所以他们没有什么病人呢、啊。药房也他们的药卖药的生意不好啊、嗯、所以他们就派遣人要去杀我啊。对一个神父来讲，没有一样财产是他需要的，对，所以很多人以为他很有名，然后因为足部治疗，然后全世界都有他的学徒，就认为他是非常富有的人，所以才会很多人想尽办法。林苏菲是神父身旁几位陪伴者之一，10多年前与丈夫带着小女儿来到宁静的长滨乡。本来惜佛的她看到神父这样一个外国人竟如此无私地奉献给台湾，于是在教堂后方的宿舍帮忙照顾20几位偏远孩童，旁边一亩菜园就是他们的食物来源。万事彼此效力，吴神父谨守神职人员的信条，生活低调而清贫。卧房紧邻办公室，仅有2-3平大，睡在简陋的床铺曾被蜈蚣咬过3次。对呀、啊，这是我的卧房。很简单呢、啊、也不需要特别、啊、
秀出去年拿到的居留证，他喜滋滋地说，有了这一张，坐飞机可以省下2000多块，这省下的钱可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呢。他主动来看我们了，所以我就告诉他，我跟老百姓一样啊。他说好啊。对呀、啊。所以你也认为你是台湾人吗？我是西方出生的台东人。三游出新业逮当郎，按照台湾人的算法，他今年73岁了。从瑞士来台42年，住在这滨海的平房旧教堂，令人联想到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：“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”只不过吴神父不管对方是红儒白丁，都敞开双手欢迎。然后你在扫地啊？对呀、啊，冬天呢、啊。吴神父讲话经常国台语交杂，看到阿美族人就聊上两句，非常融入在地生活。我有两个篮子，你看、啊、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最近复习过的字，好，这个是我还要继续复习，好，这个可能复习过已经是多次，所以我多半的一句话，这个都是一句话，To protect, to defend. 这个是英文，这个是德文。Verteidige meine Sache vor schlechten Menschen. 这个是原住民的话。汗衫、安全帽、摩托车，仿如台湾乡间景致的一部分。跟着吴神父往加佐湾海边去，这是他平常的运动。我常常告诉人，这是我的小瑞士，可是还比瑞士漂亮，因为瑞士没有海啊，瑞士只有湖，瑞士有山也有湖，可是我们这里有山还有海，更好啊。从最初的脚底按摩到现在的新足部反射疗法，吴神父与郑英吉博士合作，将穴里融入足部保健，这套功夫帮助很多人了解自己的健康，也帮助很多原住民习得一技之长。每周三和周六的下午，天主堂前就摆上椅子，等候从世界各地而来的客人。采访的这一天，巧遇回乡的媒体教母余香。他们都可以看啊，他们的反应、啊、按过了，不会让他们不会很痛，大声的叫，不会很痛，不会，我们很仁慈啊。所以来，我们上一次大概是上个月底来，也是连续按3天。这里的足部疗法计次不计时间，如果师傅为你按得特别久，不要以为赚到了，那代表你的身体毛病很多。巴奈是第一批徒弟，跟着吴神父20多年，丈夫过世后靠着这一技之长抚养6个孩子长大，还买了透天厝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减少别人的痛苦，增加别人的喜乐，听得懂吗？减少别人的痛苦，增加别人的喜乐，就是人生的意义，不分宗教，对不对？他将青春奉献给台湾，守候在长滨乡的边陲村落。吴神父医治忧伤的人，包扎他们的伤口，就像庭院中亲手栽种的懒人树，飘扬海岛扎根，42年开枝散叶，遮盖众人，抚慰人心。不落实无私的爱，继续在东台湾结出累累果实。